小小的遥控器，那这个是蓝牙的遥控器啦。那听说它的电池加大了，所以就是你不怕要拍照的时候就发现遥控器没电的问题。小小的蓝牙遥控器，就是你要自拍的时候，就你手机放很远很远的时候碰不到，那你直接拿遥控器就可以来感应说我要拍照还是录影，就方便很多啦，就不用再把它收下来，然后再按录影或拍照或计时五秒钟，然后再把它赶快升上去，这种问题出现，你直接遥控器按下就可以拍照了。